做最深情的男人，听最慢的歌。好，那我们就打开邓玉姬的手机，做最深情的男人，听最慢的歌。哦，好，你还是正常一点吧，我不行。好的，看一下你的歌单吧。治疗失眠钢琴曲，一个人听的音乐。你想看哪一个？他。他。哇，前女友都是。哎呀。哇，配不上你，只是太爱你，失乐。他的歌单都很有故事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我会觉得，就是我平常在家自己一个人待着听这些歌可能会很舒服。舒服吗？只有人在失恋的时候，你听的所有的悲伤的曲子感觉都在写自己，所以请说出你的故事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现在就是喜欢这种曲风而已了。我们要不看看他别的软件好不好？好好好，能看一下那个秘密那个软件吗？这个我觉得这个没必要看了吧，没必要看了吧。那个是什么 APP 呀？秘密嘛，就跟真如这个名字一样，就是不能告诉别人。看一眼有什么不能看的？大男男孩看看就看，大大方方的。行，快。不管疏离成什么样子，请你记住，我对你的好都是认真的，我也是真的，我是过客。天哪，这个你是谁呢？但还是失眠。不打扰是我最后的温柔。不要读了，不要。啊。你和你前女友有什么故事啊？能分享一下？我只是一个就是，一旦谈恋爱就会，失去自我的人。我会喜欢他的喜欢，他喜欢看的电影、音乐或者游戏，我自己不喜欢的都爱屋及乌。你们为什么分开呢？你都这么体贴他、照顾他了。我是觉得。你为了他买一辆车，这是为什么？我想证明给他看，其实我也很不错的。那你带着这辆车去找他的时候，他给你怎么样的回应呢？他觉得不可能了。你可能一个人不断的对一个人好的话，其实他不会珍惜的吧。我哥还说你去了你就别哭着回来，结果还是哭着回来。别哭了，没事的。我只是希望跟一个自己喜欢爱的人结婚生娃，就是没有过多的乱七八糟的事情掺杂在我的爱情当中。你那么好，你为什么不想着从那段感情中走出来呢？你要是真想摆脱这段恋情的话，我告诉你一个方法，把那个软件删掉，把一切关于他的都丢掉，好好爱自己是真的。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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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